动手指转发一下，更加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牛，我现在在某大学的门口啊，一会儿开着我这台宝马 Z4 敞篷跑车，啊，咱们进校园里面，往女生寝室楼下一停，看看，你们懂的，不多说了啊，走。咱们现在到达女生寝室这儿了。来，我把摄像头隐藏一下，隐藏一下。这边也隐藏一下啊。OK。来，咱们再往前去一点，坐等美女上钩啊。是顺风车吗？不是啊。能带我一段吗？行。带你就说带你呗，干嘛说顺风车？那咱们出发。行。你这是要去哪里？随便转一转吧。不是，你这没说去什么地方，我怎么走啊？转一转吧。没什么地方啊，那咱们瞎转转吧，兜兜风什么的。行。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吗？对呀、你多大了？22。你这是准备干什么去啊？我也没什么事干，这不无聊啊，出来碰到你了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当然没有了。那你就是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是吗？对啊。那一会儿一起吃个饭什么的。可以啊。哎，你怎么没交个男朋友呢？没有合适的呗。哦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挺好啊。咱俩留个微信吧。行。没事常出来玩。行。等一下啊。你扫我吧。咱们干点什么去啊？不知道啊，随便你。你饿吗？我不太饿，刚吃完。我也不太想吃饭。咱们开车挺累的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就是简单休息一会儿，走吧，行吗？前面这里就是酒店，完了我找地方停车，你先去开个房间好吧，完了一会儿把钱给你转过去啊。那在这里下吧，慢点啊，走之前亲我一口行吗？行，来吧。慢点啊，等我。想上去，但是算了，走了，朋友们。哎，帅哥，还有烟吗？有啊，能给我一根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吸烟吧，对人身体有伤害，我给你折断不抽最好。我跟你说，他妈谁呀？不是，咱就不抽了，多好啊！我那么多。